Ray TV， 大家今天过来吗？我是 Ray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家 CP 值超高、日本排行第二、世界排行第九的服饰百货。除了可以买到流行日本服饰之外呢，重点是价格超便宜的哦。正常商品呢，大概是价行情的8到9折之外，折扣商品更是下杀到最低哦。因为他们过去商品呢、不留库存，如果你在寂寞啊，甚至有很多低于成本的价格哦。很多是9元到99元的，可以捡便宜哦。这家店呢，在台湾目前已经有40多家分店了，好像还不是很多人知道这家店。今天逛到位于台北市的这家店，位于台北市附近捷运站老师旁边。这家店呢、并不是他们的标准店，标准店呢是有户外停车场的店，大家可以上网查询哦。今天介绍这家店善岛市店。交通相当方便，楼下还有全联哦。目前呢、全联现磨咖啡还有买一送一，推荐大家逛完之后呢，可以外带一杯咖啡哦。门口进来之后呢，有明显的分区，全家来逛的话就可以分开逛自己的区域哦。那所有的店位于门口进来啊，都有一个洗手间。这区呢是女性的区域，从鞋子、包包到衣服都有哦。女性内衣区这边有很多特别的品牌。这是他们的袜子区，毛巾居家百货区，这是属于他们的男性内着区。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，如果有降价的牌子的话呢，就是他们的折扣商品哦。像这边商品呢、就只要49元起哦，原价99元，折扣呢价格是49元哦，相当划算。下这边折扣更是多了呢，一顶帽子啊只要29元哦。另外呢，有一个惊讶的是，衣服也只要49元呢。虽然对妈妈来说啊，是一个挖宝的店家哦。
这边是直购期，全部呢都是49元起哦。这边呢也只要99元起哦。大人区呢，一样也是要99元。女生服饰区也是99元起哦。这边的购物环境呢，相当干净舒适，价格也便宜。除了今天介绍的主力的折扣品之外呢，正常贩售商品呢也很棒哦。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家里附近啊，如果是梦的话呢，非常推荐大家要来逛逛哦。到日本旅游去的话呢，也非常推荐大家去逛逛日本的石门了。大家过得好吗？我是 Ray。 那我今天呢刚好逛完吃梦乐啊，下来看楼下的这一家全联啊，我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东西。我刚好听到他门口有在广告说他们也有卖咖啡了，而且啊他们咖啡还买一送一哦，我就觉得蛮特别的，那所以我就进来看了一下。应该不是想进来看一下，我就要离开之前啊，我就因为必须要经过这边才能出去嘛，那时候我去看了他门口的咖啡机，还不错耶，现磨现做的咖啡，然后呢买一送一，一杯只要25元哦，而且他还可以做几杯的动作哦，我觉得蛮比超商咖啡划算非常多的感觉哦。但当天因为人太多了，那我就没有急着去跟着排队买这个杯子，那我下次再找个时间呢、啊、去做个体验给分享给大家，那想说先把这个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感谢大家观赏，主要分享内容有各式各样的3C开箱、国内外的旅游。瑞亚每天都更新影片，每天至少更新一篇哦。欢迎大家可以锁定观赏。对于影片的内容啊，或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，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哦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观赏。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明天见。